沈阳的啥？吗？我可以是沈阳的，我黑龙江的，那也是老乡。你咋现在斗鱼开直播？我哪天从斗鱼开的直播？我是意思，你怎么想在斗鱼开的直播？哦，我没有什么想法呀，就别人推荐的。有男朋友吗？暂时还没有。对于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？对另一半的要求，那肯定就是对我好呗。你看我行不行？不行，你太优秀了，我配不上。别他妈扯没用的。对面大兴安岭的，你是大兴安岭，大兴安岭也是黑龙江的呀。有黑龙江的，黑龙江大兴岭。我追你。行。你是熬夜播了吗？我怎么都可以播。我感觉好像你像是喝了。没有，我喝的是那个茶水。我不喝酒，我已经戒酒了。我也刚播，我刚上。咱这样式的啊。我呢，今年想结婚。你自己别笑。你说吧。我呢，想结婚。你看，你觉得我行呢，咱就接触一下；你要觉得我不行呢，我也不打扰你。你看我行还是不行？就不行，你真的你太优秀了，你百级了，我才40多级，那不合适。没事，账号给你。给我，我不要。怕啥呀？不要。你怕啥呀？我不是怕啥呀，我是这那不得门当户对吗？是不是？你家里条件咋样？我家里条件一般，可一般。你爹妈干啥的？那不能告诉你，那能透露吗？这么多人。我家里条件更一般。啊。你家你父母干啥的？你看你要行的话呢，你要愿意嫁，咱俩谈一谈。你不愿意、啊。那不愿意，那没事，不强求，我就再换一个。好，我跟你说，就这么简单。你不同意是吧？是，主要是你太好了，我不行。不是，我说了，只要咱俩在一块儿，直播间都是咱俩的，可以一起努力。我要这直播间有啥用呀？哎呀，我的妈呀！这个直播间你知道有多大用吗？啊，咱俩拿出来个直播间出国旅游，既把钱挣了，还能玩儿，你信不信？是吧？哎，我这个直播间，咱明天说了，我要去俄罗斯，你知道得有多少人在这等着吗？我跟官方要一个推荐位，他都得给我上首页。我们是，关键是既能出门旅游，又能把钱挣到，还能免费玩儿。我直播间就有这个牛逼的程度，我只要明能天看想出出来，门，看得出来，你挺那个，挺对自己挺满意，挺自信的，确实是。不是自信，是真有这个实力。那是你都百级了。你没有不信的，我明天跟小夏说一下，我说我想出门做个活动，他都给我掏机票。是的，是的。算了，你不信你就算了，没事没事，妹妹给你开一个玩笑的。我知道你在国你别听这个，你就一天40来集，送点小飞机、小火箭啥挺好，跟你开玩笑啊！再见啊，闹玩的，闹玩，闹玩，拜闹玩，拜。闹玩，哎哎，你就当开玩笑吧。跟闹玩的，超玩我是吹牛逼吗？哎，我也挺损的，给这女孩说的心都活泛了，然后我跟人说一闹玩儿，就闹玩儿，跟你开玩笑呢，没这事儿都。
最后一个啊，几点了？操他妈七点了，得睡觉，不行。哥呀，哥，小舅子，你这行不行了？我这给你安排半天活儿，不是大哥，那我你说我不小舅子不也得挣不也得挣钱吗？我去找女主播去，我空口白牙，人能相信我吗？我不得我。不是大哥，你上耳的兄弟啊，你就刷俩娘们儿，你劈一个给我劈一个，我告诉你，来加些好使，来加个大气，只挣好使，我知道。但是啥呢，哥？我现在我不是先给人家那啥吗？要不谁能相信我呀？这么的吧，你把我。